像个小孩长不大，只有你能懂得我嘴角上扬，心像棉花糖融化。虽然你有深小的挣扎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窗前你月光，以为你肩膀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把你想。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，天上的一对，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天堂再美，美不过你心房，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。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好时光。啊，那就是说，雪儿啊，不，江小轩，是你的娘子。这段婚姻是硬嫁进来的，我心里面只有玉麒麟一个。所谓的赐婚都是浮云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你和他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不会对不起兄弟的。你怎么了？原来雪儿是阁老的千金呢，我娘要知道了肯定要说我高攀不上的。你怎么到现在还在说这个？现在保住他们两个人的性命才是第一位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保住性命。可是他们要是不生病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保住他们的性命啊。我已经准备好马车还有银两，就等你速速带他们两个人离开。好，那你呢？先度过这个难关吧。等身份危机解决之后，我再设法迎娶恢复身份的玉麒麟。到时候你也可以跟江小轩相聚了。好，只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玉麒麟真相呢？干嘛要这样折磨他们两个呢？他要是知道了，他一定不肯走。现在保住他的性命才是第一位的，我现在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了，剩下的我也没有把握，只能听天由命。这个休妻调陈
是你呈给太后的。既然是太后赐婚，孩儿休妻，理应禀报太后。今天太后遣人，把这个条陈送还给了我，旁的什么都没有多说。你这个逆子，你是想把我们金家都害死吗？ 你既然不顾及身为金家子孙的责任，为娘的也无力阻拦，也无颜面对金家的列祖列宗了。唯有血书一封，从现在起，你再也不是娘的儿子了。娘。 不错啊，是要出门吗？是，我要出去看宅子，你跟我一块去。看宅子？要买吗？我为什么不能买？元宝闹着休妻，国妈已经放了狠话，金家所有的世袭爵位，金家的军器制造所，金家的所有财产一分一毛，他都不会留给金元宝。表哥要休妻的事情闹得真大，看来是真的。是真的又如何？休妻又如何？难不成你还想嫁给金元宝做妾？ 谢谢老天爷，老天爷终于发现我对表哥的一片痴心了。刘倩倩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是不是没有听进去啊？姑妈对金元宝失望至极，偌大的金家需要有人来做主，军器制造所必须有可信的人来接手。而除了金元宝，谁跟姑妈最近？是我柳文昭。我告诉你，用不了多久，金府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而金元宝，他就是个穷光蛋，你干嘛喜欢他？ 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炸死元宝哥哥。你觊觎金家的财产和军器制造所，你想取代元宝哥哥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说这话会害死我？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胡说，我亲耳听到你对阿贵说的。你有没有告诉别人？幸好元宝哥哥命大，逃过一劫。这件事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可是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再害元宝哥哥，我就去告诉姑妈。 我才是你哥，倩倩。
大人，那个大宅子的主人已经约好了。好，这就去。还有，把小姐看好。是。少夫人走了，一起走的还有顾郎中和雪儿姑娘。肩膀呢？站在门口，什么话也没说。看来这次他是铁了心了。应该是。肩膀真心休妻，那无异于自掘坟墓，亲手葬送金江联姻。恭喜大人的计划成功。憋不住，我要说出来，再不说出来，我要憋死了。你干嘛？别再刺激他了。元宝他太痛苦了。怎么了？
元宝他是爱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他之所以要赶你走，他只想保护你。元宝死活不让我说话，但是我不能不说了。我看着你们这样相互折磨，我心里实在难受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元宝早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。你说什么？他知道你不是江阁老的千金，你是玉麒麟。他也知道你不叫雪儿，你是江小轩。他也知道，如果你们互换身份的事情被人发现了，你们肯定没命了。他还知道，如果他把这些告诉你，你肯定不会走。他是为了保护你才赶你走的。你别看他样子凶巴巴的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受，我清楚。真是一个死皮赖脸的女人，不都说不要你？死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叫你滚啊！叫你滚，听不懂？滚！我叫你滚！不要再装了，傻瓜！长风都已经告诉我，这次不管你在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再走了，我永远不会再走了。说和少爷和好了，啊？这上午还说要休妻，这下午就和好了？这奴婢也不知道。我看见他们两个往这边来了，估计是来跟您请罪的。嗯，真是一对冤家。儿子儿媳，给娘请安。给娘请安。我哪儿来的儿子啊？还有儿媳呀、啊？我只记得我的儿子因为要休妻，不是和我脱离了母子关系。
娘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儿子在这里给您赔罪，希望您能原谅我。你们两个是遇刺的婚姻，你说休妻就休妻呀、啊，还递了休妻条陈给太后。你江小轩，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，以后再也不进我们金府的大门了吗？你们两个上午刚说的话，现在就又反悔了？你们这样的反复无常，你们把太后的金口玉言当成什么了？把我们金家的门风当成什么了？娘，孩儿知道错了，都是孩儿一时糊涂，搞得金家鸡犬不宁。这一次，我会和小轩好好在一起，希望娘可以原谅我们。闹得这么天翻地覆的，小轩，你怎么说？儿媳也知道错了，以后也一定不会胡闹了，我们绝对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，我会好好做儿媳妇儿。光好好的过日子根本不够，你们两个给我好好的听着，从此以后要时时刻刻以大局为重，以金家为重，知道吗？这以后不用你们两个闹分手，如果做了任何有损于金家的事情，我把你们两个一起扫地除门，你信不信？孩儿谨遵娘的教诲。我也记住了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娘。谢娘。娘，那孩儿先告退了。去吧。我有件事情一直想跟你说。说吧。我叫玉麒麟。我知道。啊？你知道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啊！该不会是你上次耳朵不好的时候，你根本就听得见，对不对？你骗我！菊元宝，你这个混蛋！你还是改不了的笨啊！啊，明知道危险还是要回来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笨的人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对啊，我就是连命都不要了嘛，就算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说你笨你还不承认，你死了怎么跟我在一起啊？更何况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叫江小轩，以后可以叫我轩轩，也可以叫我小轩。啊，雪儿啊，不，小轩，阿轩。哎呀，你说以前吧，我一直都叫你雪儿，你这突然一改名吧，我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来适应一下。哎，你啊，不是，我以前不是一直叫你小轩吗？我现在叫你麒麟。叫我灵儿就可以了。麒麟、灵儿、阿灵、小灵，哎，都挺好听的。好了，别再逗他了。如果他在我娘面前说了嘴，那我们可就死定了。哦，对哦。叫他小灵也行，我的小灵。轩轩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小轩，麒麟，麒麟，小轩，记住了，啊，记住了。麒麟，小轩，小轩，麒麟。你说他们又和好了？是啊，是我亲眼所见，他们比以前更亲热了。这休妻之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差点把夫人给气倒了。两个人一下子又和好了，难道这是儿戏吗？要不要静观其变？我可以静观其变，恐怕是二殿下根本就没有这个耐心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特别奇怪。说，他们在一起，叫对方的名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顾郎中管雪儿姑娘叫小轩，还管少奶奶叫麒麟。那金元宝呢？金元宝管少奶奶也叫麒麟。你
原来如此，好一招休妻的把戏，来君元宝你一直在跟我演戏，差点把我给骗了，看来我低估你了。你的意思是少夫人的身份有问题？当然，她根本就不是阁老千金江小萱。竟然有这样的事，看样子大人早就知道这个秘密了，那为什么一直没有揭穿呢？太后御赐金玉良缘，这女子竟然假冒身份代驾到金府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大人一直想击破金江联姻，这一次就是最好的机会。我不揭穿呢，是因为还不到打这张牌的时候。我一直以为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现在看来他们四个人早就知根知底，彼此共同掩护，一起来骗我，差一点这张牌就烂在我手里了。还好现在人回来了。金元宝休妻原来是为了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还不知死活的又回来了。我曾经给过她很多次机会，但她心里只有金元宝一个人，为了金元宝她宁可命都不要。如此说来，这个真的江小轩现在还在我们的府里是吗？还心甘情愿地跟着一个小郎中在一起，这事还真是奇怪了。大人，阿贵斗胆说一句，现在是打出这张牌的最好机会，你应该向夫人直接告发。不妥，阿贵，倘若我现在跟夫人直接告发的话，夫人一定会跟我追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，而且我也会暴露在金元宝他们面前。那他们现在以真名相称，一定不会只有这一次。金元宝的玉麒麟失而复得一定是最放松的，他人放松了自然会有破绽。夫人是何等聪明，对于这些破绽他一定会生疑的。只要他们母子闹僵，那么金家和金家的军器所就都是你的了。少夫人。嗯，表哥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做荷包呢。哦，你先下去。有这么多的下人，为什么不找下人做呢？我跟元宝都成亲这么久了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正儿八经的送给他一个礼物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做一个荷包，亲手做给他。哦，你可要替我保密哦。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嗯，其实少夫人，你生性自由，离开金府也可以生活得很好。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回来。金府是是非之地，并不适合你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不想跟元宝分开。那除了元宝，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男人是吗？其他男人再好，也跟我没有关系。再说了。君宝他脾气这么臭，这么不好，当然也只有我可以忍受了，免得他去祸害别人。这么说你是打定主意不会离开金府，更不会离开金元宝是不是？嗯，当然不会了，我跟金元宝我们俩都已经说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一定要永远在一起，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分开。文昭给姑妈请安。你回来了。嗯，坐吧。哎，姑妈，您的气色已经好多了。是啊，萧轩回来了，
元宝也不再提休妻的事情了，谢天谢地，这件事情总算是过去了，真是一对冤家。姑妈，其实文昭我正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，有些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关于小轩和元宝的？是。什么当讲不当讲的？赶紧讲啊！我无意中听到，元宝叫少夫人为玉麒麟，而长风呢叫雪儿姑娘为江小轩。我知道此事必有蹊跷，但是不敢妄下定论，所以特地来向姑妈请教一下。什么？你没听错吧？我听得千真万确，如果不确定的话，文昭不会来跟姑妈随便说这些话。阿福告退了，去吧。来来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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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夫人请安，我现在去通报少爷和少夫人。不用了，你下去吧。阿福告退。咱们四个终于团聚了。我叫了20年的玉麒麟，现在一下子让我叫江小轩，哎呦，真是愁死我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以真名称呼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再来庆祝一下。来来来来，来干杯！玉麒麟，江小轩。我想，玉麒麟，这以后啊，我们还是不要用真名互相称呼了。金府里面人多眼杂，我怕到时候要是露馅了，我们就惹来杀身之祸了。说的没错，以后啊，就算只有我们四个人在场，也不要用你们的真名来称呼，以免到时候说习惯了，在外人面前说漏嘴，那可就完蛋了。玉麒麟，江小轩，不是，还是不太习惯。你这个呆子，你万一说漏嘴的话，到时候可是要人命的啊！哎喂，你看你把人家长福给吓的。我看你还是算了吧，以后啊，你就用原来的称呼吧，知道吗？以免露馅儿。是啊，你说我知道你们的真名以后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叫你们了。我想你还是不要叫我们的真名字了，要是夫人突然来访发现你这个样子，我们还不大难临头啊。这倒不会，如果呢我娘突然来访的话，下人啊一定会提前来通知，这点你放心。嗯，这倒是。好了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以后啊，大家都小心点，知道吗？嗯，来，来，碰一下，干杯，干杯！岂有此理！夫人，您先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怪不得他前一阵子性格这么古怪，原来是为了隐瞒这个野女人的身份。这两个女人联合起来骗我，我养了20年的儿子，跟着他们一起骗我。是啊。真是没想到，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，姑妈？我真是养了个逆子。20年来，我的心全用在了他的身上，把什么都给了他。可是有什么用？这样的逆子，我养来干什么？他竟然为了这个野女人，把这个野女人的安危置于金家之上。姑妈息怒，或许少爷只是一时糊涂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事关太后太子殿下，如果不快刀斩乱麻，就会大祸临头。文昭，你过来。姑妈请吩咐。文昭，你去把元宝给我叫过来。孩儿给娘请安。
娘召唤孩儿来，不知何事？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。娘请吩咐。刚才军器所来报，新制造的一批武器有问题，咱们炸膛的事件还没有解决，现在新做的武器又出了问题，这样下去，唯恐太后会对我们有所不信任，事关重大，你马上去检查一下。好，孩儿通知一下小轩便去查看。事情紧急，马车在门外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这就去吧。是，孩儿照办。姑妈，按照我的意思去办吧。是。少夫人，夫人有请。少爷呢？去军器所了。哦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估计要晚上了。对了，雪儿姑娘也在夫人那儿等着您呢。雪儿也在？对。哦，那我先去吧。啊，好。娘，找我们来什么事啊？玉麒麟。啊，江小轩，果然是个假货。娘，你说什么？我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最清楚了。我清楚什么？我刚刚叫玉麒麟，你应了；我叫了江小轩，你反而不应。你到底是江小轩还是玉麒麟？你如实招来。您误会了，娘，我当然是你们金家八抬大轿取回来的江小轩了，只不过刚巧我的小名儿就叫麒麟，所以刚才我就应了一下。你真的是撒谎不眨眼。你之前跟元宝在屋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江小轩。说自己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假冒江阁老的千金？既然这件事情您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不再隐瞒了。我的确不是江小雪，我是玉麒麟。好一个刁滑女子，你撒谎还这么理直气壮。事出有因，那天我因为误闯了恒昌客栈，刚好那个时候我出也出不去，就莫名其妙地被人盖上了红盖头，然后就被推进了去拜堂成亲了。事到如今你还在巧言狡辩，你嫁到金府已经有数月，如果是错嫁你早就可以说明，但我分明看见你以少夫人自居，屡屡编造谎言隐瞒身份。我夫人，夫人，整件事情都是因为小轩逃婚而起，才让麒麟阴差阳错嫁进了金府，既然已经成亲就没有退路了。麒麟他胆小，所以他不敢讲明真相，要怪就怪我吧，确实因我而起，赶快放了麒麟吧。你犯的错自然会受到惩罚，现在先说玉麒麟。玉麒麟，你这个山野村妇假冒身份进入金府，分明就是觊觎金府的家产地位，想从此享受荣华富贵。哼，你真的是痴心妄想。你胡说，谁稀罕你的荣华富贵财产地位？我喜欢的就是金元宝这个人。你还敢说？你不知羞耻，你勾走了我儿子的魂儿，把他迷得神魂颠倒，把好端端的金府搞得乌烟瘴气。你想把元宝把我们金府都害死了，你才肯罢休吗？好一个大家闺秀，太后御赐金玉良缘你不要，
却偏偏来府上给一个郎中打下手。你自降身份，自取其辱不说，你把太后的御赐婚姻当儿戏，你有何脸面对你的父母，面对金府，面对太后？难怪亲家母上次祝寿时神情有异，想必是心中已经有数，不敢作声罢了。好，他不敢，我来做。今天我就替你父母了结了这桩丑事。文昭，夫人，给我拿下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什么？放了九天，冲我来！放了麒麟吧，都是我的错。放了他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不用争了，一个都逃不掉。文昭，你来处理。是，带去。走。